傅园慧在比赛中，北京时间11月3日2018年国际泳联短池游泳世界杯北京站，在水立方继续第二日争夺女子100米仰泳决赛，傅园慧发挥欠佳，以57秒09获得第五名。2000年出生的澳大利亚选手埃瑟尔顿以56秒49获得冠军，爆出黑大冷门，霍斯族获得亚军，荷兰选手图森特获得季军。今年短池世界杯北京站，傅园慧首日出战两个项目，主项50米仰泳，他以微弱劣势输给了荷兰选手图森特，获得亚军。从过程来看，傅园慧的转身较为吃亏，加速能力还是略强于图森特。50米自由泳，傅园慧没能获得了决赛资格。第二个比赛日，傅园慧只出战主项100米仰泳，他以预赛第五的身份晋级，入围女子100米仰泳决赛的八位选手，从第一道到第八道分别是刘嘉欣、傅园慧、霍斯祖匈牙利、西波姆澳大利亚、阿瑟尔顿澳大利亚、图森特荷兰、陈杰和彭旭伟。八位选手中，只有霍斯祖是80后，年龄最小的是2003年1月15日出色的彭旭伟，今年只有15岁。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是由霍斯祖在2014年多哈创造的55秒 03, 而再会纪录是由日本选手酒井智穗 She has a point, 在2009年柏林站游出的55秒 23。决赛开始后，图森特开局拼得非常凶，前50米处于领先，阿瑟尔顿紧随其后，傅园慧排名第四。随后的50米，傅园慧显得力不从心，冲刺阶段并没有全力提速，阿瑟尔顿超越图森特，最终以56秒49的成绩夺得冠军。霍斯祖从第五追至第二，成绩为56秒53，图森特以56秒54获得季军，西伯姆获得第四，傅园慧以57秒09获得第五名，邱鑫、